下来又不是真的，因为什么呀？不是，我是当真的说呀，哥。是，你别忙，这您就听着名字，这都是虚构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鹰啊，现在是跑不动。我也没见过，我也没见过。我社非常严谨，栾云平原来也是有传承的。还有一种驴，你看着像马，其实不，它是驴，可以做这个火烧，驴肉火烧，驴和驴，驴做不了火烧，面做的火烧，驴是弄碎的加在火烧的。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，给您买了一碗饺子。我就想吃馄饨、哎、买了一碗带汤的饺子就给您端过来了。那叫馄饨。烧饼那天他没去，给您端过来一碗汤。哎，对，一碗汤，大冷天、啊、我来碗 汤, 一碗汤。你把馄饨都吃了。王哥在台上啊，有这个艺术洁癖，他看这个逗哏的哪儿对哪儿不对呢，好的地儿就表扬您，要不好的地儿呢当场就给指出来表扬你。阴阳的这桌子一样的太简单了，他桌子啊灯光晒得着，这面照得着。你吹哪儿啊？吹上面那眼儿啊？就是那上面有眼儿吗？你这外行，那叫眼儿，那叫品。那叫品，每次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。您看那粮店的米筛子，上面够一万多眼，那怎么讲呢？这儿我就得给您更正啊，这是面筛子。瞧我来了，梅老师求我来了。啊，求您来了，我就要这么说。好，现在我就享受一个副总求我的样子。好好好，这个状态，行，我美。好，我这都写进我们户口本里边。写户口本里的户口本费，你想写家谱里边吗？咱中国人最烦就是下歌取人。今天下歌干嘛？取人呢？什么叫下歌取人？小时候你瞧着，下边取人呢，下边取人呢，下边取人呢。知道我有能耐啊，知道你有能耐。我有什么能耐呀、啊？你会下边取人。坠子呀，过去来说有一位大家，大家叫乔清秀，贴报的时候写仨字，叫盖河南乔清秀，我的词儿。有一个外号叫盖河南，哎，这字倒没听过啊。我给您稍微更正一下，这不是外号，这人给送的一个雅号。山顶洞人发明这东西叫软木取火，不有火。哦，这到时候您再查查，这是不是山顶洞人？扁的圆的不行。哎，我喊住了。戏台打那锣，一打咣咣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扁的圆的？我说戏台打那锣，当然了。要说敲这锣就更好。您是一队的队长，哎，德云社的总队长，哎，还真是德云社的副总，对，麒麟剧社的代理社长，哎，对，我跟您呀也有这个共同的标签，共同标签在哪？就是咱们都是相声演员。刚才我这标签里没有相声演员。前面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掸掸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您都告诉我掸掸土了。白球得规规矩矩的。别生气啊。操操琴呢。
操琴，你得是这样操琴。哎，口风琴不行吗？哎，很严谨吗？对不对？我不瞒您说，我没听过口风琴这词儿，不叫口琴吗？我说这叫手风琴，非常严谨吗？这个罗八爷呀，左手拿一个套匪帕，右手正玩羊了个羊啊。讲有药就讲，对，同仁堂开300多年一回就讲。现在大家拿出手机，您查这同仁堂是不是300多年？我再好好听您讲的这课题是我就见过秤砣星，特别害怕。一般是我听见了还有可能，那你见着了。潘潘也学坏了，开始刨活了。王哥，刚才我来了一趟，您知道这是什么艺术形式吗？疑似拉洋片。绕过来，瞎了，这栏目差一句到底了。师哥，荆轲再也找不着你了，谁都找不着我，怎么荆轲找着我了？怎么了，哥哥？好，这点骨灰本来没多少，你再喝一半。故事没有咱哥俩的事儿，就是给各位举这么一个例子，这叫电话八个字。真的是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哎，这话筒后边这桌子，这桌子太有了，这阴阳在哪儿？首先来说啊，桌子往这一放，面为阳，里为阴，你敢再说一遍？差点就喊我。我也是年轻，虚活37岁。我的话你可以不听，那高尔基的话你都忘了。高尔基曾经说过，你以后不要这个样子。就跟那个
个就跟那个是臭豆腐似的。哎，怎么讲？就接受的人啊，他少。哦。但是一旦接受了。你就爱他爱的死去活来的，就是老想咂么一口。